公道，唯有千秋万世的一个检验来负起责任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我们集合在这里，可以说无怨无悔。面对我们过去的历史，面对我们未来的检验，我们这一代人，我相信对得起我们自己，对得起我们的国家，对得起我们的人民。大家团结一致，努力向前，不达目的绝不终止，追求真理。谢谢大家。5:58，现在在台北海达格兰大道前面的民众情绪沸腾，因为刚刚国民党主席连战发表了长达20分钟的演说，在这边演说当中他十分卖力，讲到后来大家都感觉他声音都烧瞎了。除了枪击案的真相还是他锁定的目标之外，他也雄心壮志地提出他下一步的路径，要立刻赴中国大陆去签署和平。你怎么讲的隔壁？你猜的完全没错。今天此时此刻，回想过去的一年，也就在3。你说哪个隔壁？这个隔壁？这是什么 day 啊？Joseph day。Lily，come here。Lily，come up here。上来。Lily。Lily 啊，上来吗？你吃饱吗？Lily。吃饱吗，来了来了，给吃饱吗？过来，不能便当。来，妈，给宝宝。哎呦，这，来，妈，给一个小，这里头有花生，哎，有这个 nuts。来，丽丽，来，丽丽，在这里你们坐好，乖，再乖，吃了。最值得庆祝的是这一场。因为你说给他今天来啊，因为他今天绝对跟阿炳这边有机会。发现怒气，支持者喊出交棒换颜色，现场的徐军尴尬不已。看来所有的主要的人都应该要来，因为这是一个团结的时候，他应该做出一个周锡伟进一步的说明啊，为什么今天让蓝军的群众觉得很奇怪啊，等于是对319运动的背离嘛。亲民党不是只有一个宋楚瑜，亲民党不等于宋楚瑜。没有大压阵，请党立委及好几年的国民党人王马三大金王不放，海拉格兰大道游行抢棍，
众人神神涣涣，宋楚瑜却是一整天在萤火家中约见重要幕僚。面对泡沫化的危机，宋楚瑜必须提出更明确的理念，才能说服支持者。综合新闻林佳慧、黄介廷、吴家宝台北报道。子弹在总统身上，可是最后。这个子弹打的是打在台湾民主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很有才气，不但很有才气，讲话都是很有。去年的整个320的选举，我现在站在总统的前面，我告诉陈水扁和他所领导的那一群人们，第一。Okay, 你们慢慢他讲的2006的话，那你们不要来接我，我自己去好了。对对对，我问各位，你们认为陈水扁敢不敢执行2006公投制宪？他敢吗？不敢。他欺骗了全国投票给他的650万民众，他骗他的2006公投制宪。王清峰他不会挺身而出组成征调会，但是组成征调会后，我们看到我们的重要成员前院长施启阳以及我们的王清峰律师，他们在这过程当中遭受多少羞辱，面对多
生忍下来，他们没有被打倒，他们没有被击溃，哪怕是租了一个破房子，在没有经费，在整个执政